诸位同学，请看第八段，微妙地名号第七句，或名性清净。这句的号很重要。佛在经论上常讲，众生迷失了自信，所以他才会造业，业感苦报。如果对于自信不迷，他决定不会造业。为什么呢？本性是清净的。不但是清净的，我们这些年来常常讲本性它原本是真诚的，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正觉的，是慈悲的。所以儒家讲一句，心本善。你想想看，真诚是善的，本来是真诚的，清净是善的，平等是善的，正觉是善的，慈悲是善的，性本善的。要不迷失本性，他怎么会造业呢？不但不会造恶业，善业也不会造。这个诸位听了这句话，怕大家产生误会，恶业不造应该呀，那善业不造的时候，那还有什么意思？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给我们表演的、教导我们的断恶修善，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这叫敬业。敬业清净性现前了，一切一切性清净现前了，平等当然就现前了，正觉当然现前了真诚慈悲也现前了，不但如是十善现前了，众戒现前了，六波罗蜜现前了，
三学六合现前了，一切诸善统统现前了。虽现前，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叫真善啊！真净啊！这两年我们常常提示的纯净纯善。尤其是我们修净土的，我们清楚啊，无量无边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是有量的，佛为我们归纳了，归纳到最后三门。其如如来境界，到最后只有三门。如来境界就是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这个三门就是觉正净三门。在中国，古大德给我们说，禅宗、信宗，他们走觉门呐，觉而不迷，顿悟，确实快速成就快呀。但是这个法门呢，一般人进不去，门槛太高，从前方东美先生跟我讲，他说这个门叫一步登天，你能上得去呢当然好了，上不去，要掉下来的话，浑身脆骨啊！这一步你要跨得上去，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佛法里面所说的上上根人，才有这个能力，不是上上根人，决定做不到啊。方先生给我举个例子，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这哪一个人呢？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个人。方老师给我说明之后，特别嘱咐我不能学，学不到的，没有那个本事。慧能大师以前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慧能大师以后从来没有见到第二个这样的人，那真的是一步登天。我们在坛经上看到的慧能大师开悟24岁就入佛境界了，以后他的一生就是表演，从切入之后，就是五祖把衣钵传给他，证给他做证明，他确实入佛境界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往后都是为人演说。连
在这个猎人队里面避难受五年，也是为人演说。细细观察了，就跟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一个意思。啊，绝门入，绝门入不进去怎么办呢？啊，我们是中下根性的人啊，走正门。啊，正门是什么？正规的教学。这个进门是特殊教学。啊，不是这个正规班。啊，那是属于什么？我们现在讲天才班。不是天才不能进那个班。啊，进正规班了。正规班就是按照次序给你定上进度，由浅而深，华严经上讲的51个阶级就是正科班了。啊，你开始上学，上一年级，初信位的菩萨，初信就是一年级，菩萨呢就是学生，啊，大乘佛法里面的学生，啊，成为菩萨。初信位是一年级啊，学什么？学法心啊，学习发菩提心啊。他通过10个位次啊，第二性位、第三性位、第四性位，到第10性位，实心性满了啊，他升级了，入初住了啊。入初住啊，就是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了啊。他是通过你看10个层次达到的。啊，上头还有啊，不是没有了。上面还有41个位次，到就近成佛。啊，这总共55个阶级啊，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啊，这叫正门。啊，正门，诸位想想看。像爬楼梯一样啊，绝门是一步登上去啊。我们就拿这个52个阶级吧，好像这一栋大楼有52层啊。这个有本事的人啊，他一跳就上去了，从地面上就到顶楼了。这是绝门，正门呢，爬楼梯，一层一层上去。方老师给我讲，正门行啊，啊，中下根性的人，你爬升一级，你得一级的受用。
但是问题是时间很长啊，不是短时间啊，真的啊，时间长，那你有没有寿命呢？你要是短命啊，功夫还没有到，寿命到了。这就是佛在《八大人觉经》上讲的四魔之一，死魔，寿命到了啊，寿命到了，好，就算你修得不错啊，你投胎来生还在人身啊，善根深厚，来生还就能接着修，这种人有，不是没有，但是至少你要中断二十年，这个中断就是退转了。你再得人生，再遇到佛法，从头来起，不过速度会快一点。总而言之，阿赖耶识识里头有种子嘛。你学习能看得出来，你比别人聪明，理解力强，进步快，这是你过去生中有善根，从这些地方观察了，能看得出来呀。如果寿命不长，短命相，这个有经验的人也能看得出来，没有福报又短命啊。好的老师遇到这样的学生，要帮助他了，要帮助他培福，要帮助他了延寿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学业才能成功。这种事情老师行，但是最重要的学生要合作，学生要不听老师的，不跟老师合作，不配合老师，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老师没法子啊。我在早年见李老师的时候，我跟他见了好几次面之后跟他老人家已经很熟了从菩提下山呢，决心拜他为师，跟他学教。这是很严肃的一桩事了，所以老师对我的要求，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服从，完全配合，无条件的依教奉行。我接受了教我修福，张家大师以前就教了。用什么方法修福呢？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没有福报吗？前世没修福吗？所以学佛之后我明白了，
我前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修慧不修福。在修慧这一方面下了功夫，修福那一边呢，疏忽了。所以这一生没有福报，没有寿命。也就是三种布施里头啊，我缺少财布施，缺少无为布施。老师教我要做无为布施啊，延长寿命啊。财布施啊，增长福报啊。我跟老师配合，老师教的全心全力去做，我今天所以非常感激老师我们多少同学面相都很薄的，就是说寿命不长一个个的都走了那我的这个命比他们还薄现在还能住在世间，在佛法上才有这么一点成就所以我们是中下根性的人，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有点成就，寿命短不行在世间遇到了真正这个算命看相高明的人，你可以把你的八字给他算一算，做个参考看他说的未来的那是孤妄听之，过去的准不准确值得做参考，然后提醒自己不能不依经论教诲修行修行好处在哪里为什么你要修最简单的答复，改造命运这个话一般人很中听呢，哪一个不希望改造命运呢但是你要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你要不配合，那也没办法。好的老师找不到没有关系，经教在呀一教修行呢，你准得好处当然缘是关键我们要遇不到善知识就没有缘经教虽然好没人介绍，我们自己对他没有接触过而且呢听信世间一般人讲这个东西是迷信的是消极的，所以我们心里有那么这么一个
成见在，就产生了排斥。纵然偶然遇到佛经摆在面前，笑笑，理都不会理会他。这迷信。遇到真正好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这才恍然大悟。我们从前被别人误导了。以为他真的是迷信，是消极，是没有用的东西。那么现在老师这一介绍，所以对老师有信心，这是你一生能不能转变你命运关键所在，对老师有信心。因此对于这个老师介绍的这些经典就产生了信心，认真的研究学习，依教奉行，果然改变了。最显著的改变你自己能够发现到啊，相貌改变，体质改变，第一个产生的变化了，然后再细细去观察，福报也改变了，寿命啊，确实是改变了，张家大师的话了。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呐！一点都不错啊！他教我的，我在这几十年当中证实了。这个才知道佛法之殊胜无比啊！那么我们今天要把境界不断向上提升，提升到随顺性德，我们不求世间名闻利养，不求五欲六尘的享受，我们求信德。现在我们列的这个条目很清楚很明白，我现在求的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后面十个字，信德起用啊，信德落实啊。真智慧，真福报啊。第八个名号，号名圆满光。前面的德号有光印，这个地方加上圆满，圆满是如来果地，这也是提醒我们不能够得少为足，特别是在初学，尤其是在佛学班上课，
我们早年在台中联社，不叫佛学班，叫经学班。啊，经学班学什么呢？学讲经。啊，李老师自己亲自指导。啊，为我们编了一套教材，内典讲座之研究，啊，那是为我们编的教材。啊，这个学会讲这一部经啊。决定要守规矩啊！啊，照着老师所教导的规规矩矩的讲，讲得不好啊！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讲得不精彩。那不能动人呐！老师就是叫你这个讲法，你一定要听话。啊，这一部经要讲多少遍呢？我们那时候这一班学生跟李老师学的。我所提倡的讲十遍啊，十遍不用一个讲稿，每一次讲一遍，重新写讲稿啊，旧的讲稿都保留下来，然后什么呢？你一分一分比较，知道自己进步了。如果用同一份讲稿呢，不会有进步。你有依赖性。啊，你有侥幸，投机取巧。这哪里会有进步呢？啊，每讲一遍，我的讲稿从头写起。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经讲十遍，你就有十份不同的讲稿，自己要勉励自己啊，不能偷懒呐，不能懈怠呀，啊，这叫勇猛精进啊，非常认真地干，这个十遍呢。是基础啊！老师教了你这部经的，你这样用功干十遍啊，讲十遍，写十遍，你这部经才算什么呢？有根了啊！这五根里头你有根了，所以有根呢，没有力。自己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啊，根据什么呢？像小草啊，是有根呐、啊，轻轻地拔就拔起来了。啊，很容易受摧毁呀、啊。啊，到什么时候才有力呢？自己真正有了悟处了。有少份的悟处了，慢慢的呢有力了，啊，到有力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发挥了，没有其如境界，其如境界要修行啊，那不是天天在讲台上讲能搞得成功的了。
一定要把你学习经典里面的道理真的变成自己思想啊，我这个思想见解决定跟经里所讲的道理相应，随顺经教。我日常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一定跟经上所讲的规矩教训相应，绝不违背。这个样子再用十年功有力了，啊，十几年下来，啊，可以恭维你一句，啊，根深蒂固了，啊，你可以顺利的长成了，你已经长成一棵树了，不是轻易能够把你拔掉的了。以后慢慢再长成大树。啊，大树在长成神木啊！绝不是短时间能成就的。啊，但是有一些人操之过急，希望自己快速成就。啊，那就像中国谚语所说的了，欲速则不达。把自己毁掉了啊！这就从前李老师常常教我们的，警惕我们的，要好心切就坏了啊！我们是要好，不能心切，慢慢来永远的虚心，永远谨慎，成功之道啊，你才能得到究竟圆满啊。你要记住啊，明心见性啊，还要修三大神奇劫才能到圆满。事出世间法没有快速成就的啊！其实我们看到像慧能这样的人啊，他真的是很快就成就了。你要想想，他过去生中多生多劫，他修了多长时间？你没看到，你只看到眼前。啊，好比一个学生读书，前面你完全没看到啊，你只看到那个博士班，在一个星期就毕业了啊，你就看到最后一个星期，哎，他才念七天嘛，你看博士就拿到了，以前的呢，以前没见到。上上根人也是从下下根慢慢养成的啊，不是天生的啊。无量界修行累积成就的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呀操之过急了。老师爱护学生的，啊，遇到一个学生看到可以成就的，真的把他当宝贝看待呀，啊，教他的话句句真实，啊，那学生要成就呢，百分之百的配合，啊，不能合作。是自毁前程，老师只是摇头叹息而已。
可惜了。这个人说，有一点聪明智慧，没有福报啊。这是没福啊。底下一个德号，或名修弼，弼是守弼，修是长。这个德号的意思是什么呢？垂手救护众生啊。观世音菩萨示现千手千眼，那是表法的意思。显示言道守道，眼睛看到了，元首立刻就到啊。不待别人求助啊，主动就要去帮助他。在中国古代，大户人家长期帮助地方上穷苦的人民他们非常穷苦啊，没得吃啊，没得穿呢。这地方上有福报的人他们施粥免费的供养能够救济这些饥饿的平民，这是好事啊！冬天天冷，送寒衣，随分自己的财力帮助苦难人民，这些事情在现代一般人已经很少做了。纵然有灾难的时候，有能力的人捐一点钱去救灾，但是没有常识的我们到此地来，我们就想到这一边也有很多平民，现在我们学院每一个星期六有一餐布施供养提供晚餐，早期我们曾经想到
啊，最理想的呢，我们开一个素食店，免费呀、供养。啊，这个素食店的时候，啊，这一点还没有啊，提供素食啊。来吃饭的人可以完全随意啊，你愿意付这个饭钱我们也收，不愿意付的时候还欢迎你下一次来吃啊。为什么呢？有人有这个力量来付钱的吧，啊，可以收的吧。有些穷人他没有钱付的嘛，欢迎你来吃，常年的，这是一桩好事情啊！事实啊，啊，天冷的时候，穷苦的人啊，没有这个保暖的衣服，没有保暖的鞋袜，我们是想到了啊，不是没有想到，我们随分随力，我们很想做，但是事出世间法呢，要做一桩事情总在缘呢、缘不成熟没法子啊，事实，那我们要开始开一个素食店，我们很留意啊，就没有找到适当的地方，啊，纵然找到适当的地方，最重要的人，什么人发心去做，啊，果然真有人发心去做，啊，这头一个条件有了。然后我们再找地方，好事啊！布施供养啊，言道守道啊，幕后这个德号或名助本。这个名号的意思好啊，啊，本是什么？本性啊，啊，儒家讲的本善啊，啊，佛法里头本名，智慧光明，本觉。本净，要住在本性性德之中，啊，性德纯净纯善啊，无有不净不善。这个世间一切作物本性里头没有，那具体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啊？具体学习就是教光法师在《楞严正脉》里面所说的，学识用根，那真的是住本了。啊，学识
不用行医师，用六根根性啊，根性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没有不净，没有不善的。啊，那是什么人？化身菩萨了。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九法界众生都做不到啊，化身菩萨住本。与真如本性完全相应啊，他所表现在外面的，就是经论里头所说的啊，经论里面所讲的道理是自性般若。所讲的德行是自性的德能，所说的境界是自性里面本来具有的相好，它主本呐、啊，九法界的凡夫。啊，九法界六道里头的内凡呐、啊，声闻缘觉菩萨外凡呐、啊，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啊，缘觉初住菩萨以上，那不是凡人了，成圣人。转凡入圣啊，真的转凡入圣在大乘教里面，摄住菩萨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准圣人啊，他不是真的圣人，准圣人。他是圣学的预备班呢、啊，他把他的这个课程学满了啊，他就是真的圣人了啊！真圣人一定是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见思尘沙烦恼。断尽了对于事出世间法分别执着没有了，心地确确实实恢复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圣人啊，住本我们今天住在哪里？我们住在烦恼习气。啊，这是很不好，很可怕。佛这一个德号提醒了我们。啊，告诉我们要住本。啊，那我们今天怎么个住法呢？住经教就好。
决定不能离开经教。啊，经上教我们做的，老老实实做；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决定不违反，那我们也算是住本了。啊，这个住本叫准住本。啊，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非常难得了。后面这一段的总结，如是等其数十切，令诸众生个别之见。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